头仁爱的台大山地梅峰实验农场，位在省道台14甲线18.5公里处下方的森林，突然在昨天发生了大火。虽然空勤队派出了5架直升机来灭火，不过大火在风势的助长之下，还是狂烧了有10公顷，翠绿的山林瞬间成了灰烬。